Hello，Hello。系，趙博士，你好，早晨啊！阿亨爺佢放咗假，咁我代佢系。好啊。你想讲啲咩健康大数据啊？嗱，其中一个健康大数据啱晒你，因为一路讲紧血管啊嘛，咁你就而家有几多分钟开始啊？仲有两分钟。两分钟 ，OK。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如果喺 sex 里边啊。很多男士呢他就有叫 ED 就是 Erectile Dysfunction 那就即對女朋友啊老婆啊那些沒有反應啊看一些鹹濕東西都沒有反應啊為什麼會這樣呢其中一個數據呢就有四成機會啊就 是血管閉塞啊Okay, 是了那然后呢去不到个位置那、okay. 你知道啦出面很多药可以吃的嘛那但是呢、就算令到那里有翻血的反应呢但是 有四成机会呢是有其他地方都闭塞。不过因为你平时不需要用到那里那你就继续做人为什么不知道呢就有機會中風啊、心臟病發啊，好多呢啲問題。咁呢個數據咧就好得意嘅喎，因為其實好多人就諗住嚇需要嘅時候拍粒丸，你聽到嗰啲藥叫做偉哥啊嗰啲咁嘅嘢啦，係咪？咁啊咁變咗就好似貪得意喎，點不知咧其實一個 sign 一個 signal 咁就因為係咪壓力太多所以有啲個問題咧，或者上咗年紀。上年紀亦都係血管閉塞嘅問題，壓力亦都可以搞到血管閉塞。咁就有人做咗呢個 study 喺2013年，不過少人睇，就係、是、關於咧係咦原來喺啲手手腳腳嗰啲閉塞咧啊，你度血壓的時候咧都會睇到正常嘅。哇！好正喎，可以講下。好嘛。OK， 咁你 okay. 我哋仲有一分鐘開始啊。好好。啊，趙教授。OK， 好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傾。OK， 好好。hold 住，冇轉線啊。OK，OK、okay. okay.。贊助180蚊即可成為會員，送你星島中文電台新海新裝飾及星島限量版紀念 Polo Shirt 一件。贊助100蚊或以上，即可得到一份星島特別訂製嘅精緻實用小禮品。一杯茶，一世情。buymecoffee.com/SingtaoUSA。SBB 是屬於大家的平台。星島中文電台網絡廣播節目重磅出擊，相伴左右權威新聞資訊、精闢時事分析、熱血流行音樂、經典金曲分享，一切精彩盡在星島中文電台 WiFi 網絡收音機。現特別推出大優惠，原價79蚊，慶祝星島日報創刊85周年，推出優惠價每部48蚊加税，所有地區均可享優惠，一年365日，全日24小時，分分秒秒陪伴你同至親的長者。機會保用卡可參加今套大抽獎，物質良機，歡迎前往 VIP Express 以下地點購買：南三藩市320號 Corey Way， 三藩市2216號 Irving 街 ，New Peters 376號 Barber Lane， 二號紅化超級市場，7100號 Furridge Road。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嚟到11:19嘅时间，嚟到我哋星期五咧就健康大数据嘅时间。咁当然啦，每个星期五咧，我哋会请到咧。我哋好厲害啊！對於依個健康方面咧，非常之有權威性嘅趙博士咧，嚟到我哋節目連線嘅。早晨啊，趙博士。早晨 ，Ken Ken。係，趙博士，今日咧，你啱啱我哋咪後咧講咗一個話題，我覺得係幾有意思啊！就是、關於依個血管，咁特別係咧，血管通唔通暢，或者血管有冇閉塞咧，對男性嚟講，原來有一啲好重要嘅嘢，同埋對於男性嚟講係好緊要嘅喎。趙博士，不如同大家講講你講呢個數據好嗎？英文咧嗰一樣嘢就叫 erectile dysfunction， 咁咧就係即係當有個機會去有個機會出現啦，咁個機會出現時候咧就發覺咦點解我冇反應嘅咧？點解男士嗰個重要部分冇反應，好影響自信噶嘛？
咁啊諗住嚇，就係好在有隻藥，就係原來啊針對呢樣嘢。係點樣知喺2013年1月30日咧，就有個 study 出咗嚟，喺澳洲做做嘅。咁就發覺咧，如果有 erectile dysfunction 咧，原來有個 link， 個 link 咧就係會係對心臟病同埋早死。在男士咧，當佢有佢完全冇歷史嘅關於心臟病啊，家庭都未必有嘅。咁咧有40% 機會咧，就係話如果嗰度冇反應咧，其實同啲血管閉塞有關。哦，係啊，即係話如果咧男性譬如話有啲嘅生理功能嘅障礙，譬如話即係同依個太太啊，或者係同女朋友啊，佢哋突然間有依親密行為嘅時候，發現自己唔得咁樣，咁就係原來未必係佢嗰個未必係陽痿嘅，可能有機會係依個血管有問題啊嘛，趙博士。係啦，因為其實血唔到嗰個位咧，就其實都係會影響噶嘛。點不知就係好多人就淨係處理啊，搞掂咗嗰件事嚇、啊、好翻啲啦，咁就冇諗啦，冇諗嗰樣嘢啦。咁點不知原來你如果睇啲 data 咧，40% of 男士。如果係40以下就可以有 ED 嘅、可以有呢個問題嘅。咁、而就係同個 plaque build up， 即係話佢唔一定係嗱，咁你會 check 下啊有冇啲鈣塞咗喺個血管度，又唔一定喎，塞咧唔一定係啊鈣塞嘅喎，可以係其他因素令佢塞啦，或者啲血管啲彈性又差咗。咁好多人就話啊，你係咪壓力太多啊？翻工翻得多，而家冇曬興趣啊！好多人會咁噶嘛，係咪？但係如果你 check 嗰啲 data 咧，去睇啲 link 咧，嗰啲數據啊嘛，啲數據咧就話有40% 嘅男士40以下就會有呢一樣嘢叫 ED 啦。另外就係咁40以後咧，之後咧，咁去到一路去到70歲咧，就有差唔多70%嘅男士咧都會有呢個咁嘅問題喎。咁應該要睇一睇，哇！佢啲腳有冇閉塞啊？啲手有冇閉塞？咁點知咧？如果啲腳咧，又有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啲腳毛咧少咗。嗯。啲腳嘅肌肉啊，有啲痛痛地，特別當運動嘅時候啊，特別當我運動時候咧，咁就血管咧有少少嗰啲閉塞啦。咁但係唔係好，就有多過一半嘅人咧係冇任何反應嘅喎，即係冇呢啲咁嘅 symptom 嘅喎，係啦。嗯。所以但有多過要啱啱講到40%嘅男士係會有咁類似嘅情況出現啊嘛，咁所以大家就要好注意啦，係嘛？係啦，嗱，10個裏邊咧有6個冇事，有4個會有事，去到其實好高喎，我想講呢個比率啦，趙博士。如果嗰度有問題啊，嗰度有問題就係喺嗰個問題之中嗰啲男士咧，有10個裏邊有4個有事，有6個冇事。在那個 study 就咁樣揾到啦。咁好啦，然後啦，就係、是、你知道，除咗 build up 有鈣啦，佢可以有 fatty deposit 啦，有啲脂肪喺裏邊啦。咁另外啦，就係點一著咁頭先講歲數有影響啦。另外就係食煙咧都有影響嘅喎。啊，仲有糖尿病啦，啊係早期同埋遲嘅咧都係有影響嘅。咁呢一個叫做 periphery artery disease 個英文名咧，就係有幾多 case 喺美國啊？每年都有300萬人喺美國咧會有個新嘅 case 出嚟嘅。咁呢個就 Mayo Clinic 講啦。咁然後啦，就係咁你話有冇其他 case 啊？咁我因為講數據啊嘛。咁啊，其他 case 咧就7月2022年出咗個 case 出嚟，就話無端白事好健康冇問題。嘅人咧就忽然之間上身同下身都有呢個血管閉塞，當佢患完咗新冠肺炎病毒。哦，即係可能係依個新冠後遺症咁，係咪咁嘅情況？係啦，其中一個係啦，其啱啦，你問得好就係咁。但係你下一步就會問下，咦？除咗咁頭先講咗話歲數啦，糖尿病啦，咁嗰啲情形會唔會有冇新冠咧？以前冇新冠就冇人睇啦，有咗新冠之後睇啦。咁如果你再睇到新冠係乜嘢嚟㗎？新冠肺炎病毒啊嘛，係病毒，有冇其他病毒都可以咁啊？有之後就有人揾啦，就係艾滋病毒咧都可以有呢個問題。咁有幾咁就 check 咗啦，91,953個男士 check 咗。咁咧就係咧，發現咗咧10個裏邊咧有2個啊，20%，19.幾啦，20% 嘅男士咧係患完咗艾滋病咧，係可以有搞到有血管閉塞機會加高咗嘅。
係啦，即係話病毒啊，病毒可以啦，係啦。嗯，咁但係你外資基本上都係絕症嚟噶嘛，所以咪就係令到佢嘅免疫系統變到好弱咯，係咪，趙博士？好多因素大家都唔知道，淨係知道喺嗰個研究裏邊咧。就做咗，咁之後就冇再做呢啲研究，直至到新冠咧又再做多次。咁新冠唔係外資啦，咁啊點解嗰樣嘢會咧？咁有冇其他病毒會搞到咁咧？就冇人知道。嗯，所以有好多個數據，大家要留意。冇錯。趙博士，我哋呢個時候咧，不如稍微去廣告，先之後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講，咁樣有咩辦法可以避免啊？同埋有啲咩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就唔會出現呢啲咁唔好嘅情況出現啊？有啲血管可以更加健康啊？我哋可以去廣告先，之後翻嚟傾過。嗯。時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係，趙博士，我哋35分半完曬，咁所以翻到嚟咧，仲有起碼8分鐘時間可以繼續講下依啲數據，同埋講下啲咩辦法啊，食乜嘢好啊，即係對身體有啲咩注意嗰啲，好唔好啊？好啊，好啊。OK， 好，我哋大概仲有2分鐘翻嚟。好啊。新科技減少植牙手術嘅創傷，確保植牙嘅準確性。卓越牙科特別介紹先進嘅 All on X 全口植牙，只要植入4至6隻種植體，就可以達到傳統全口植牙嘅重建效果，手術微創，並比全口植牙平。去聖潘路卓越牙科，單隻植牙只收1999，有條件限制。診所植牙手術均由沈維信牙醫親自負責。觸電6505898658 你是不是正在找一个好地方开始或者拓展你的事业呢？ Mill Peters 欧化中心特别欢迎保险业、理财公司、会计师行、旅行社、补习社、外卖快餐店等加盟进驻。现有鲤鱼门、85°C、六福珠宝等著名企业，目前500尺到900尺的风水旺铺招租，切勿错过。请即致电 Mill Peters 欧化中心查询408-838-0883，是408-838-0883。太原酒家为庆祝开业9周年，回馈广大新老顾客，特价推出龙虾捞面25.98元，7天早晚供应，过8款点心3.98元起，白灼贵妃蚌6.5元一只，1至4供应，北京浅皮鸭26.98元，只限周五晚上供应。太原酒家多款精美和菜选择，多间独立 VIP 房，食饭唱歌双重享受，欢迎预订 party 酒席，地址 Daily City 950号 King Drive， 电话6508788833，6508788833。跨越时代，报看天下，庆祝《星岛日报》成立85周年嘅2023杰出美国华人颁奖典礼，真诚呈现音乐剧《飞跃之门》。2021年《星岛亲善小姐》季军美佳佳，2022年《星岛亲善小姐》季军姜梦蕾领衔主演。8月6号星期日傍晚6点，南湾 Mill Peters 半岛豪苑表演嘉宾流行之星全球总冠军岑敏芝。2019年湾区好声音 Paula Wu。2013年咪王争霸冠军江正章。2013年咪王争霸亚军 Terry Wong。星岛先生 Adrian Chan。星岛先生 Leo Wong。現場幸運大抽獎有按摩大王送出價值1500元舒適按摩椅，雲景假期送出4日3夜夏威夷逍遙遊，中華航空豪華經濟艙來回香港機票一張，美食盛宴歌舞助慶，撐願已經受慶，多謝支持。主辦《星島日報》星電視專席贊助灣區專科種植及矯正中心葉木林牙醫博士、伊力神藥業有限公司、東灣及華埠壽星樓、德成集團、許氏新業集團。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咁啊，翻到嚟咧，我哋第二節嘅呢個健康大數據嘅節目啦，繼續咧同趙博士傾傾咧，我哋呢個血管嘅健康。我哋啱啱上一節講到，哇，原來咧有時候你突然間發覺自己對自己好愛嘅人，或者係睇一啲嘅對你刺激嘅嘢都冇反應嘅時候咧，可能就血管出現咗問題啦。咁想問翻啊，趙博士有冇啲咩辦法，食啲乜嘢可以對血管好，同埋避免發生啱啱未提到嘅情況咧？嗱，你知唔知道咧？其中一樣嘢咧，係可以有時整親整傷啊。都是會搞到有幾個問題的。你想想，整傷了有瘀了的地方，那呢就可以是影響男士那個部位的。那其中一樣東西呢，就是站在那裡小便。
當你歲數歲數加高，嗱你後生嘅梗係企喺度小便啦，係咪？嚇五歲啊、十歲啊、十八歲啊都冇乜咩㗎。但你有冇話發覺咧？去到某個歲數咧，啊人哋小完便，即係有陣時啦，睇你食咗啲乜嘢啦。有陣時你小便咧，點解人哋個個去完你仲要慢慢去，或者有時去去下咧，發覺去咗之後又要入翻去裏邊，因為未去完嘅，仲有啲漏咗喺度去唔曬，有啲咁嘅喎。仲有就係以前咧射中嘅。啊、可以去小便射得好重，而家咧就分叉飛到周圍咁大，咁啊屙成咁啊，咁啊變咗啲咁嘅問題。上一年紀啊，啊咁就會有啲咁嘅情形出現啦。咁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咁企喺度小便咧，其中喺研究裏邊咧，發覺其中一個因素係啊。OK， 哦，所以都建議男士即係到某個程。即係某個年紀就要坐喺度嘅咯喎，係啊，係嘛，仲係啦，對對，係啦，係啦，冇錯啊，冇錯啊，就係原來係咁樣會幫到嘅。仲有就係咧，平時去廁所咧，你嗰個廁所板同埋你個身體個距離，即係個廁所個距離咧，你睇咪去到誒，譬如馬來西亞其他地方有好多人係踎喺度嘅去廁所。但係咧，因為喺美國呢度啊，呢啲就係美國聽嘅聽眾啦。咁佢哋咧啲廁所咧就係90度嘅，咁所以嗰個啱啱就對男士個 prostate 啊嗰啲嘢冇咁健康，冇咁啱。咁如果嗰度有少少問題咧，再俾啲咁嘅壓力佢咧，咁可能有製造一啲炎症啦。炎症咧，咁嗰度腫起上嚟啊，發炎啊，或者唔舒服咧，咁啲血管咧同埋啲淋巴線咧就要個負荷大咗啦。大了之後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了，又差了，小便又沒那麼好。如果剛好吃了一些濕熱的東西，小便又再慢一點，有很多這些這樣的因素。你剛才問吃些什麼嘛，首先就說不要做某些東西，不要吃某些東西了，喝酒啊，吃煙啊，又會差了。所以盡量都是要吃得健康，即係避免嘅，盡量減少飲酒啊、食煙呢啲嘅，同埋坐喺度小便，係坐喺度小便會好啲。咁啊好啦，咁然後咧仲有乜嘢咧？就係南瓜子可以幫助男士嗰度啊，南瓜子、西瓜、南瓜子係啦， okay. 西瓜又可以幫到男士嗰度，同埋其他血管都可以幫到。食西瓜，但係千祈唔係食緊紅色嗰度，係白色嗰啲肉喺個西瓜度。我反而是要吃白，因為紅肉是大家最喜歡的嘛，即係西瓜裏邊嗰啲紅色嘅部位最甜、最好、最多水、最多汁嘅。係啦，反而是要吃白肉。咁即係可以攞西瓜嘅白肉嚟煲下湯啊，或者係整成菜咁咪得咯。冇錯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咁樣咧就，因為其實西瓜你覺得佢好似有少少似啲有啲好似啲cucumber 啊嗰類嘅，同一個 family 嚟嘅。咁變咗你平時啲 cucumber 都係白色噶啦，咁變咗嗰個位咧，嗰度就特別多一啲係對血管好嘅。咁嗰隻成分叫 L-citrulline 啦，咁所以咧西瓜皮白色嗰度咧係特別多 L-citrulline 嘅。即所以嗰個部分係非常之適合大家。咁有啲人好似話中意攞嗰個嚟切好曬咧，攞嚟醃一醃佢，譬如加啲醋啊，加啲糖啊，咁樣做成一啲鹹酸咁樣食，有冇用嘅咧？想問翻啊，趙博士。有啊，就係有用啦，就係有用啦。仲有就係如果咁啱糖尿病咧，咁都唔應該食啲白色啊，即係應該食多啲白色，唔好食咁多粉紅色啊、紅色嗰個部位喺個西瓜度。西瓜本身咧，佢係好有益對於啲血管嘅。西瓜皮啊，西瓜皮唔係紅色嗰度，係啦。所以係白色嘅位置，即係白色嘅果肉嘅位置咧，就值得大家去注意一下啦。好啦，咁啊，當然啦，仲有少少時間，趙博士可以再同大家總結一下啦，即係今日講嘅呢個關於血管嘅保養，男性嘅要注意嘅事情，係啦。係啦，就唔好夾硬嚟。嗱，好多時夾硬嚟咧，就係譬如咧，嗰度又冇反應嘅時候，夾硬嚟係點咧？就係夾硬嚟咯，即係話，但係點解唔得啊？繼續整咧，咁即係好似一個小朋友，如果佢讀書讀得唔好，咁但係個因素係因為佢近視嘅，你就話啊一定係唔俾心機做功課，一係唔俾心機去翻學，唔聽書，係佢睇唔到或者蒙咗，咁所以影響咗佢要個負荷大咗，所以諗下如果有一啲問題唔 check 好佢嘅，夾硬嚟就係譬如。當拍粒丸啦，跟住咁，然後就啊有反應啦，有反應啦。咁但係咪夾硬嚟咧？因為其實咧係可以一早預防啊。如果有邊啲地方個身體特別男士嗰度咧，你會發覺
有個健康問題咧，係同歲數有關嘅。去到某個歲數咧，四十打後咧，係有嗰、那個你睇到咧，嗰成個數據都 increase 咗喺嗰個危險性裏邊嘅。咁所以食嘢咧，食嘢應該幾時開始食啲誒？我頭先講西瓜皮嗰啲，咁你知道四十慢吞排抽油煙機。係啦，係咁啊，當然啦，係啦，今日呢個時間咧都差唔多嚟到我哋節目嘅尾聲啦。咁我哋咧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咧繼續同阿趙博士咧一齊去關心大家嘅健康數據啦。係咪你啊 ？Ken Ken 係咪你啊？下個禮拜定話係啊？下個禮拜如無意外，可能都係我嘅。OK， 唔知啊，唔係我就係阿 Cindy 噶啦。OK， 但係就係啦，因為何肯咧就放緊假嘅，咁下個星期嘅時候咧再同阿趙博士唔先。多謝趙博士。唔使，拜拜。慢進排抽油煙機，好正。大吸力，好正。消靜音，好正。唔該曬，趙博士，係突咗少少，唔緊要，我執執後邊啲嘢。唔該曬你。OK， 下個星期應該都可能係我，未知，問下睇下 Cindy 係咪安排我。OK， 到時我哋會聯絡你噶啦。唔該曬，唔該曬，趙博士，拜拜，拜拜，拜拜。好啦，咁頭先咧就係講緊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就想拖咗慢少少，就係等大家留意多啲情形，就係唔好去咁急，唔好去有陣時咧一啲問題咧，其實係可以大好多嘅。不過就冇睇到後面啲數據啦，就諗住，搞掂咗啦，冇事啦。其實男士對喺嗰個歲數裏邊四十打後同四十前咧，如果有一啲 symptom 走出嚟同 erectile dysfunction 有關嘅，係應該更加俾心機睇下後邊嗰啲數據，而點解血管影響嗰個 cavernous tissue 裏邊？那個 erectile functioning， 咁其實有冇其他血管有問題咧？你諗下，如果個聲係有少少塞嘅，去水嗰度係少少塞嘅，咁你會諗下點解塞啊？哦，因為或者個浴缸啊有少少塞啊，點解啊？因為唔去水，其中一個原因咯。但係另外一個原因，點解佢唔去水啊？因為上邊嘅花灑咧，同埋個水喉或者搞得大咗，大過佢嗰個 flow 啊。咁點解個 flow 會有問題啊？去到水喎，平時點解而家有少少問題咧？可能喺啲頭髮塞咗喺裏邊，咁你又要攞嘢處理佢咯？處理好多方法㗎，你可以揦爛佢啦，可以咧攞嗰個罩出嚟之後咧通咗佢啦，可以塞一樣嘢落去去轉走佢啦。人生嘅健康都一樣，當你見到一啲問題出現，最好就揾到個根底嘅問題喺邊一度，跟住處理。